者肖雨涵台北报道，演员黄尚和在电影《醉生梦死》电视剧《一把青》已经站内敛的演技深受观众的喜爱，先前更以《天黑请闭眼》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男配角奖。鲜少拍广告的尚和这次替2017新北市欢乐耶诞城拍摄广告，特地挪开档期前来共襄盛举。他表示，希望透过这支广告片让大家感染温馨喜悦的耶诞气息。黄尚和替新北市耶诞城拍摄广告，辅与站影像制作提供。从小就爱表演，他近年演出多半偏向沉重的角色，所以有些担心自己一时转不过来，还跟工作人员笑称很怕自己拍完不小心变成恐怖耶诞城。但拍摄当天，当他来到耶诞城现场，璀璨灯饰与圣诞树灯光一亮，马上深刻感受到浓厚耶诞氛围，整个人跟着音乐与灯光嗨聊起来，顺其自然地和大家一起融入了脚本中的欢乐气氛。黄尚和表示，虽然只是短短的 CF， 但这却是这几年中难得可以很放松以及尽情欢笑的作品，十分享受。黄尚和出席2017新北耶诞城活动，辅与站影像制作提供。2017新北市欢乐耶诞城获网络媒体评为亚洲十大耶诞庆典第一名，即将在11月24日开城。今年耶诞城以充满奇幻、欢乐、华丽的马戏团为主题，